我现在一句废话都不想讲，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凶险了啊！难道是我太红了吗？有人暗杀我？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在我洗澡的时候，热水会突然变冷水啊？我也不知道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啊！科技不是很发达吗？人工智能不是很牛逼吗？怎么我在家洗个热水澡问题就这么难解决呢 ？Why？ 这个热水简直就是我见过最傲娇的东西、物种、元素。小公举吧，热水小公举，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件事情？你可以一直保持恒温吗？别耍脾气了呗，不要一会儿把我冻成冰雪奇缘。哦，一会儿又，哦，烫到掉牙了。是你热水器不好吧，大叔？你他妈闭嘴！整场澡我根本就像水温人肉测量仪一样，一会儿要把这个龙头往左你，一会儿要把这个龙头往右你，忽冷忽热，你他妈谈恋爱啊？你比小姑娘还难捉摸吗？啊！但是您是热水，您说了算，我还是得在大冬天冻得像个啥一样。你就看见我在那边，重点是这个水温的反射弧跟他妈王俊凯的腿一样长，我好不容易调到适合的温度，准备舒舒服服的洗个澡，他就会突然，我是说突然一刹那之间，他就变得超级烫，然后你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一分钟之前你调那龙头那个位置那个水温，然后你又要像一样在那边，从此以后你洗澡除了抹沐浴露、洗发水还有站着尿尿以外，你还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去揣测这个热水的心情。你要去想，这个水温是我一分钟之前那个位置的吗？能保持多久啊？不会等一下又变了吧？它等下会变冷吗？它不会突然变烫吧？等下不会变冷水吧？这能保持多久啊？哎，是不是变冷了？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它就像恋爱中的女生一样，突然它就会决定老娘不伺候了，嘿嘿，拜拜了您嘞。然后它就把你冻成了寒风中的一条金针菇。嗯，他就像在说，愚蠢的人类，你赶快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一条毛巾把自己包起来吧。对，就是这个蠢样。我受够了，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练习洗冷水澡，咱们看谁牛逼。嗯，我是 YP 杨一鹏，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In 3, 2, 1, go!